需要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，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等，可私聊老师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，手掌中有一个闭合的四边形或三角形。一般来说，这样的女人有很好的运气，这种长相是很聚财的，不仅是财运很好，而且事业发展比较快，将来会取得很大的成就，婚姻会给丈夫的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财富，婚姻状况幸福，注定是一个非常好命的女人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